乔木芳辉的画题出自唐代诗乱家司空图的诗品，表达的是张大千内心对回归自然、避世离群的追求。这幅画1947年3月写成，高近8尺，为已知同类题材作品尺幅最大，堪称画家拟董云青绿山水代表作。乔木参天矗立，草木葱茏，林荫下高士倚琴侧坐，昂首凝视飞瀑奔泻，听风听水，悠然自得。这幅画在1947年张大千进作展展出后，被纺织业巨头刘国军的长子刘汉坤收藏，有赖两代人爱惜。70多年过去，原装裱工仍保存良好，昔日光彩重现眼前。